我是阿耀，欢迎收看相信实验。相信实验不单止是我们新栏目的名字，也是我们新栏目的宗旨，即是我们平时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，最重要就是节目组有嘛，其实就是阿奇有，你明我明大家明白这些东西，什么想法 work work 呢，我们就会通过实验来得出结果，相信实验没错啦。上面的道理呢我都明白，但为什么是我的做实验肯定会有志愿者的嘛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这个实验呢不会死人的，即是搞我，是啊，不过由于你的人气又不算很高，知识又唔系特别突出，对唔住咯，怪我咯。所以为咗我哋第一期相信实验嘅数据唔会太样衰，我哋系请咗外援嘅。嚟，我哋有请外援，换换嚟啦，换出嚟换一下。哇哦！大家好啊，我系外援啊。咁作为外援，大家可能唔知道我系边个啦，好熟口面，好熟口面。我系嗰个粤之一二嘅，系小姓郭，名家峰，平时咧就做主持嘅。咁我个节目。好似系叫粤之一二喎，系咩？跟住我仲想嚟作外援。你哋第一期节目啦，咁你哋呢个相信实验系要搞啲咩噶？我哋觉得今日呢一期嘅主题其实好适合你，因为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、是、Q 你流程啦，记唔记得啊？你死得啦，咁样点做啊？验 AJ 咩咩验 AJ 啊？你讲嘢分前文，诶验经过，诶仲要睇死唔死？你睇，即系嗰度个头咁咩？着晒衬衫啊，揸住部手机，好威咩？幾句詞都唔記得，即係點啊？咁啊要驗 AJ 係嘛？係啊，嗯，即係我唔係話曬命，即係扶住扶住扶住，我對眼啊！即係我平時射出啊，好殘啊！中意喺街度執完啲錢儲起身咧，就攞去買鞋嘅，所以只能夠講係喜歡咯。咁你話有幾專業咧？我就真係不敢包，自己上網買嘅都會驗驗佢先，安心。對好多啲買鞋嘅愛好者嚟講咧，驗鞋呢個其實除咗係話即係俾自己個安心咧，更加一個流程。是開光的，因為你要做的事很多，你要抽鞋墊、看鞋錶、抹開隻鞋，跟住伸部手機入去拍個中底，跟住又拍這裡拍那裡，看後面又剩，即是這個過程其實對對鞋來講是它的最高光時刻、因為其他的時候對鞋都放在鞋盒。那既然是這麼熟悉的流程，那我們現在上鞋吧。喂，我是熟鑑定流程，不是熟鑑定，是兩回事來的，差不多而已、上鞋上鞋上鞋。白色盒咧就係、是、應該係比較後期嘅代數啦。誒唔係喎 ，Air Jordan 一咯，剪咗佢啱先嗰句。兩次，三二一，好、啊，從個盒嚟睇下先啦。我話俾你聽，鞋盒嘅殘舊程度咧，佢唔會話巢啲咧，就係流嘅。我嚟睇下個款。係咁啊，打開打開啊，哇！呢對係 Air Jordan 一路。首先講下先，鞋盒咧呢啲全部係要影相嘅，即包括要影呢個什麼碼啦，跟住裏面有個鋼印啦，有嘅，跟住後面嘅貼紙好似都要，即我係會全部影曬。我而家本身嘅俾我感覺就係、是、你鎖鎖，陣味其實唔係好啱嘅，我覺得。你鎖過你鎖鎖，陣味唔係好啱嘅，唔係好真係唔係好啱嘅，淡啲。跟住咧就要鞋墊啦。嗱鞋墊咧就睇翻佢膠水橫印，咁就睇下佢底嘅走線嘅部分如何啊？哇！啲線啲線咧就都係差唔多嘅，其實就啊同樣嘅方式，嗱不得不説啊，嗯，我覺得呢個盒嘅呢個貼紙就已經衰咗一半嘅，即係堅嘅佢堅嘅冇嘅，唔係一定啊，即係唔係話我話嘅，但係俾我感覺就係、是、因為我都講唔明係乜嘢原因啦，可能真係財疏學淺，因為我唔係嗰啲好標準嘅鞋頭嚟㗎，大家輕插。輕插真的，我真的喜歡才買的，即是這對我實不買的，說真的。拍呢就是要拍這一串代碼，裡面呢
好似都係有一串，即係啱先睇到嗰個吸上去嗰啲，呢、這個好似係冇嘅。咁我唔知道係咪唯一嘅標準啦。咁呢個喺我心目當中係會打分嘅，即係我覺得就問啲，再減分，係啦，再減啲，跟住呢個喎再減啲，係由100分一直減到69，跟住由始至終咧標都肯定要睇嘅，同埋睇埋個材質上面嗰啲。摸嘅，咁呢一個咧就係佢燙貼喺個鞋舌上面嘅，感覺上係比較光滑啦，即係唔知啊。但係呢一個俾我感覺咧，感覺上啲字唔係好清，即係我都覺有啲啲唔對對，好似有少花花地咁。係嗱呢度，咁我哋就睇一睇鞋底啦，鞋底呢度睇咗啦。誒、欸，喂，呢對黐實嘅噃，黐實嘅好似會好啲嘅噃，感覺上係。有啲咁講法，幾齊喎？你睇下佢嗰個走線，係喎、啊。我覺得佢呢對鞋舌太有啲太肥大，唔知點解。O.J. 一可能真係好少咁樣爆出嚟咯，我覺得係嘛。同埋有人話咧，就係睇呢一個後幫，睇佢收唔收，但係好明顯呢個係已經歪咗啦。好啦，咁啊都差唔多啦，要睇就睇曬啦。我就覺得兩對都係假。確定我從幾個方面啦、啊，審完。以我對鞋的睇法，我會覺得佢哋係假嘅。OK， 呢個第一，第二，我唔覺得節目組會使2000多元買。咁究竟呢兩對鞋係真定假嘅咧？兩對都係假嘅。所以可想而知，要提醒啊，準備咗對真嘅。嚇！哇！睇下。哇！我本来想说要不要一边唱生日歌一边进来，可是大家都这样。喂，你提前都过几礼拜喎，唔怪得今日咁齐人啦、啊，公司，唔怪得嗰啲新同事翻晒嚟啦。呢度系真噶。你睇下同对鞋。点解咁突然嘅？咁首先就好多谢大家送嗰对鞋俾我，多谢大家。另外就系、是，我觉得。我已經到了不可以輕易跟大家講我今年是幾多歲生日的日子。反正網上話我40多歲嗰單嘢到而家都仲未翻篇嘅，依家仲喺度。既然係咁，大家會覺得哇40多歲國家風都 keep 得咁好，咁就 let it be 啦。OK， 我都唔 care 啦。首先好多謝咁多位小朋友，我哋公司嘅小伙伴啊，有啲經常性唔喺辦公室工作嘅，唔係我唔係話你唔做嘢，我話你唔喺辦公室度做工作。在家裡辦公，跟住落嚟，我哋都仲要繼續嘅。今晚拍完，可能仲要繼續拍多期啊！咁啊，辛苦大家，俾心機，好嘢，耶！好久了已經認識了，吃蛋糕。